抵达美浓农田，农民全部挤过去，又是握手又是合照，看在行程一秒变成粉丝见面会。可不可以跟你拍照？明明家里农田因为520大雨倒了约三分之一，但农民们似乎看到韩市长人来了，心里很安慰。放心啦，就是说市长还会关心我们。市政府永远跟农民是站在一起的，80%熟的我们就赶快抢收，80%以下的我们来报农委会。520大雨，高雄农损1725万元，但农民说以往这种大雨一定淹水，这回却没有，好惊讶，都是因为这次没有在淹呢。它排水的还蛮不错，像那一个桥，它也是挖得很还不错。清水沟淤泥杂物，美浓不淹水。韩国瑜勘灾结束，前往附近碾米厂。真的，农家乐啊！农民生活真的很快乐。双手捧起稻米，这些都是刚从稻田采收回来的受损稻米，只要烘干加工，照样能食用，减少农民损失。拿这个说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一直吃，一直吃稻米，对吧？韩国瑜化身超级推销员，帮忙卖美浓优质好米，但仔细看，韩国瑜双眼红彤彤，看灾时还不断眨眼睛，看起来似乎很疲累。近眼眶点红红的，早上还有点烧瞎，最近是比较累，因为工作压力一直都很大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克服。韩国瑜最近上午议会被询，下午拼市政，冲冲冲。行程满档，再加上总统初选，党内外炮火夹杀，身心有多煎熬，疲惫神态已经说明一切。记者林正彦、王书宏 ，S 新闻小组，高雄报。